但去年十月十三日，到南明区给他砍杀，枪打死的，倒杀死的。我那时候12，我想了，我爸爸才32几岁，我把我小弟弟递给我爸爸抱着，我就跪着求他，求日本人不要杀我爸爸，我的儿子也被他打了的。 这么长的墙，这么长的刺刀，这个刺刀不要，就是墙。对我的爸爸，就是杀。我的舅舅、我的爷爷都是被他杀死掉的。我的小弟弟是就踩死日本人穿那个大兵衣，把我小弟弟活活的踩死了，2岁多，竟然。 杀死光了，妈杀到30多万，地下赔的40哦。我们受的苦受惊了，爸爸妈、舅舅、爷爷给他们打死的，我们后世的人也受多少罪，忘不了，我可怜，我想起我的爸爸来，我就要。 我就要流泪，他别说是赔钱，这最起码口头道个歉啊！我们也安慰了精神上安慰一下子。我在后世时候，我想听他向我道个歉，我后头还会听到听不到的，我都93岁了。